我今日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在伦敦东区一个投资自住同样适宜的项目 Seven Wharf。Seven Wharf 是 London Dock 大型住宅项目的最新一期。Seven Wharf 位于历史悠久的伦敦和平区核心位置。地理上最特别的，它正正坐落于伦敦两大金融中心 The City 和 Canary Wharf 之间，使它成为伦敦最理想的居住地方之一。同时邻近 Tower Bridge、Tower of London、St. Catherine Docks 和泰晤士河。除了地理优势之外， Seven Wharf 的交通网络发展亦非常完善。由 Seven Wharf 出发步行8分钟即可到达 Tower Hill Underground Station， 10分钟就到达 Wapping Overground Station。前往 Bank 和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分别只是3-4分钟，去 King's Cross 和金丝雀码头亦只是12-13分钟，而去 Heathrow Airport 就大概是53分钟。如果子女将来准备升学，平日乘搭地铁亦都很方便，例如 LSE、King's College、UCL 和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， 车程亦都只是8-17分钟。London Dock 是 Barclay 旗下 St. George 发展的大型住宅项目。London Dock 咁多期当中 ，Seven Wharf 是整个项目最中心的一期。呢一期环境非常开扬，位于两个优美的花园之间，四周仲有很多花草树木和流水布置点缀。簡直是令人非常向往的樂聚安居之所。住客會所的設施亦都很齊全，包括24小時的禮賓服務、健身室、泳池、sauna、美容室、virtual golf 和私人影院。Seven Wharf 樓高18層，一共有251個豪華住宅單位，户型包括 Manhattan 1-3房單位。每一個單位都有頂尖的優質配套，加上設計高檔，是很多租客和物業投資者的不二之選。住在 Seven Wharf， 每日的生活都充满色彩。作为新兴 Quayside 码头的其中一个重要项目， Seven Wharf 的住户不单只可以感受到附近 Gaging Square 的热闹动感，还可以在林荫步道上享受清幽，悠游漫步至二级历史建筑 Pennington Street Warehouse， 体验区内的文化魅力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欢迎联络我们 Savos。